好了，咱们开始吧。哇，你们都在我头上，叠罗汉吗？我觉得你们可能下来会被摔死。看上是往哪边走啊？赛道呢？你们有看到赛道吗？是往这边吧？哎，赛道哪去了？不对，赛道在后面，在后面。不是，前面那个小伙伴，你能不能等一下？我好像用的小淘气，不管了。反正现在换不回来，需要退游戏才能换得回来。哎，李元霸，你这 ID， 你这 ID 取得好，是元霜还是元霸？我这应该是出现 bug 了，变成白色的了。反正我是小淘气，随便让你们跑。我已经开了，已经开了。总不可能我用小淘气还会输给你们吧？不存在的。谢谢小伙伴们的金币一下，快点！后面的小伙伴赶紧跟上！你看你笨的哟，笨的哟！哈哈哈哈。还有小伙伴怎么还在天上啊？你应该是卡了。就进不去的小伙伴等下一张地图吧，我也没办法啊，你们真进不来的话我也没办法啊。这萤火虫会不会被我踩死啊？飞走了。想多了吧你？想顺着这个蜜蜂，这个蜂蜜顺着爬上来？你这要爬多久啊？中途就会被淹死的，好吧？就这个元霸跟在我后面啊！我的天，还真的被你爬上来了，还有这种骚操作的。哎，这一关不一定要速度快才能过得去啊，但是我可以跳上来。大哥放我下去。完了！哎，我这应该是出现 bug 了。你看我的血量跟那个地图都变成白色的了。你现在在结束屋，你应该是从下面走过去的吧？不是，这个叫做元霜的小伙伴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是真的要跟我比吗？哎，我怎么跳到树上面来了？那就走树上面吧。开玩笑，我可是有轻功的，我告诉你们。小淘气这个角色已经被我用得炉火纯青了。稳点。这里我觉得我可以这样直接跳过来的，相信自己 ，nice baby， 继续往前跑。完了！哎，被我蹭上来了。什么叫做我赖皮啊？我这本身用的就是小淘气，我又换不回来了，怪我了。只有是退房间，重开那个从。
重开房间才能换回别的角色。还好没掉下去。完了，我摔不死。哎，居然摔死了。什么叫做我赖皮啊？我这叫凭本事用的小淘气，好吧？怎么就赖皮了？怎么就开挂了？我这叫凭本事用的小淘气。哼，你们就是嫉妒我。哼。完了，这关要丢个东西上去。错啊！刚刚有个坑，再丢一个，这里可以直接跳过去了。什么叫赖皮？我这凭本事用的小淘气，你们就是嫉妒我。你们这是赤裸裸的嫉妒我，哼！对对对，讲的对，没毛病啊！我这本来就是凭本事用的小淘气，你们就是嫉妒我才说我作弊，才说我赖皮，才说我开挂的，哼！我赖皮怎么了？哎，上面有空气墙的，我不信，好像是有空气墙的。这个要蹭到这个按钮，蹭到按钮的位置啊。我看一下，哎，我身上有方块，我赖皮就赖皮吧，赖皮我也是拼本事赖皮的。哎，这一关刺激！哎呀，我居然没死啊！来吧，咬死我！玩完这张地图就重开了，肯定要等这张地图玩完啊！不玩完你就退出，多没意思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待会需要退下游戏，我这游戏出现 bug 了。我说啥都是对的，肯定啊，肯定我说啥都是对的，没毛病啊。你挑得出毛病吗？我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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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被我蹭上来了，没想到吧？可恶的二段跳简单，我这三段跳、四段跳都跳得起来。我星星是捡的最多的，哎，直接一飞就飞上来了。我看一下这关该怎么过，这关，哎，这关就直接这样跳的吗？我还以为会有什么套路呢。好像那边在射箭，哇，好悬！这是最后一关了吗？左右两边，心跳水立方吗？哇，好刺激！前面还有赛道吗？没了，我赢了，我不管，我赢了。等一下，我能从这里出去吗？完了，眼前就是结束屋，我过不去了。谁来救我？等一下，不要急，我有方法啊。哼。来不到结束屋不存在的，地图好玩，就这样结束了吧。我是第一，我不管，耶、yeah! ！